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庄佑琪，在电影《下半场》中饰演光城中学队长高士成。Hi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范孝勋，我在电影《下半场》里面饰演光城中学的控球后卫江秀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朱轩，我是饰演《下半场》中绿茵高中的篮球员江崇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新凯，我在电影《下半场》中饰演的是光城中学的陈福生阿福。我们今天要来玩比手画脚的游戏，那为什么我要玩这个游戏呢？是因为我们要来考验我们球员彼此之间的默契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好了。OK， 就是我们走实力派的，我们没有在这么计划的。不要握手吗？等一下，请有力啊！三个字。鬼门开。鬼新娘。三个字，鬼。鬼修女。告诉你。灌篮高手。灌篮高手。四个字。Go！鸭子。鸡。鸡鸣狗盗。鸡犬不宁。哇！其实两个方向都对。阿爸。四个字。阿福。阿福。加油，小大便。四个字。反正球员。哇！张赫。张赫是这样子。不是那个，两个字，小丑。好，他们我先了。四个字，前凸后翘。哇！阿爸，很强哎。像哎。咦？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小丑啊！咦？移情别恋？没有。咦？第二个字，移形换位，移花接木，移情换影，移木混珠，移养鱼啊！广，这是什么？缩小移。一仔精神，成一一什么什么成一动动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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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城市一动一动四城一动一动一动大一动城堡一动城堡一动成功。移动迷宫啊！移动，移动，开城，移动宽，移动大，广，移动开，移动长城，哇！太极拳，外丹功，阿弥陀佛。瑜伽，功夫瑜伽，瑜伽，第四个字，肌肉伸展瑜伽，第一个字，筋皮皮，皮拉瑜伽，拉皮瑜伽，皮拉。提拉米苏，提拉提拉电波拉提拉提拉提
米拉提斯。淫荡，你才淫荡啊！钱来。好，提示是一部电影。这部电影。古装的。倩女幽魂。倩女幽魂。太爷，太爷。钱钱钱哦，这个是钱哦。尿。我尿。尿鸡鸡鸡大鸡鸡，女生女男生男尿，爱爱男抱女爱男爱男女男爽女爱男男女爱哎、欸、男男女爱男，第二个字是什么？第二个字男。男欢女爱，上上天地，天地天地天地上下上下天天天地男女天地，不要碰我，天一二是什么？上上下上下上下其手，哇啊！这是一部讲述非常热血的篮球电影，你不会比热血吗？什么？充满着汗水、泪水，还有男性荷尔蒙，非常养眼的篮球电影，还有亲情，两兄弟之间。两兄弟之间如何互相竞争又互相认同，一起站在最后的战场上。什么龙片的你也在做？请大家一定要去戏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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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定要，一定要去戏院观赏。不管是会打篮球的，还是不会打篮球的，男女老少，8月23，823。我们戏院见。哇，你可以不要在意你自己吗？我只想把球打好而已，真的那么难吗？教练，让我们上，我想能过来。